哥，你确定程艺兴在演台要吗？别人都不知道他程艺清吗？啥都挖不到的。别人说没有，让你挖出来，那才叫头条。少说话，多做事，盯紧了。哎，踹了踹了，走。这阵仗跟釜山行差不多了吧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范本微笑啊！你是来居心当情圣的吗？嘿，实话都不让人说了吗？我以前本来就是开阵子追星的呀，嘿，你不就是看上我拍图拍的好了吗？是吗？光明之下必有黑暗，我才不相信有什么完美偶像。开车。之后那几个通告我先给你推一推吧。怎么了？一心，我没有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有点走神。你最近休息休息，感觉你最近状态不太好，有什么就直说。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了。喂，阿大，找我什么事？老三，我真的遇到点事儿。来我的访谈，说出你的故事。三儿，那封信又出现了。我知道了，交给我吧。哥，什么事情交给你？哎，你的小伙子管带挺多。还有你个大小伙子，我偏要管那么多。好了，我晚上还有点事。你今天怎么有时间？没有，我是很忙的呢。一会儿我还有通告。那等一下我让人送你。好。好吧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哥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小桃，你在哪儿？老地方啊。哎，你今儿不来吗？我今儿又想来了。你可真有意思。哎，你这三明治到底要不要加？哎，你加吧。你说你咋这么不听话呢？娱乐圈这种五光十色的地方是你能待的吗？哎，我的哥，不就是普通工作吗？一个鼻子两个眼睛，普通人嘛。哪里普通？我每天都念叨那个陈一清，巨发光，我每次都无法跟他解释。我的傻哥哥呀，我们新哥人很好，你别老对别人有偏见行不行？人很好？才刚成大后辈，话都没说几句，你就知道人很好？能成为新哥的后辈，我超开心。关系好，不敢想。你今天想出去玩吗？好啊。想去哪玩？啊，太巧了。太巧了。喂。好的，我马上到。
你赶紧吃啊。好。我出去一趟，就午饭和晚饭都放冰箱里了。好。一定要吃，不吃不吃不行了，乖。好。别站起来，我们看今年的 Family Con， 大家能来个全员大合唱吗？五哥，这边呢，台风 TV 是想让宋权全场主持加表演，所以呢，这个时间恐怕排不太开。我这边都 OK 了，都看我们桃姐了。我说你俩住了多少年了？行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安排宣传还是老套路。五哥。都是套路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走吧。你好，陈先生，我是 AZ 白公司一级特保，三哥派我过来保护你。